腾空而出，篮球莫泰拿下来，这球上得很快，前场一对一的干挑，丁宇航强起造成了犯规，然后这球确实不犯规也没辙了，这球能放下来就不错了。吴贤本身他的他是回防的时候呢，以身重身重以后，让陆文博这样一个小后卫连续两个回合抢到篮板啊，确实不太应该。好球吴贤，哇，这一球其实劳森已经是过来补防了啊。丁宇航好球，两分打进啊，分数也到了，犯规是八个对五个，确实两边犯规数都是不少。吴贤呼非常轻松的就突到内线，也没有人过来协防，是没有。那山东的命中率确实低了点，利姆斯转换的一条龙啊，两分轻松打进。加成这一截球又是让浙江抢了三个前场板。篮下贾成的上板篮啊，一高打板非常漂亮，两分打进。的进攻端打的还是不错的。而且丁宇航三分出手飙进，加防。斯托克斯还是赶紧传出去啊！好球，目前跟进的上篮。这边呢，浙江是难得的打成了一次转换的局面。哇，这球差点失误。吴贤直接中距离扔了，两分打进，非常稳健啊！确实，吴贤这个节奏的调整呢，还是非常的出色。时间不多了，看吴贤怎么处理啊！我直接扔了，三分出手，哇！这一球太难了，迎着防守人三分打进 ，answer ball， 相来说还是相当重要，就算午饭也不能换下。好球，外线丁宇航直接还一个三分，这个球防守放的有点太大了。攻防转换的莫泰因为还没落到低位啊，霍无险进球就扔啊，三分飙进，这个出手速度是真快。塞克斯洛克斯好球，还是正面的一个抛投，吴贤都出来了中投，呼，两分再进，26分了啊！吴贤，我外线丁宇航，哎呦，这球太厉害了啊！迎着防守强投三分命中，三分球10中4。就奔到外线，这球差点被抢断。一脚无前再来还了一个，呼、这会儿我们看呢，这但是今天立马打得很一般啊，只是6分8个板，今天主要李根打得好。那广东输了，然后山东赢了之后呢，山东的战绩就是追平了。Step on the land